出去了美国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哋 touch 带大家嚟到三藩市 Apple Event 嘅现场。今次活动最惊喜嘅系乜呢？我就认为系 Hermes 同 Apple Watch 嘅完成系列啦。点解咁特别？特别系在于 Hermes 做皮衣老友，但同 Tech 公司合作，印象中都系第一次。三个款，三只色，手感、做工与普通嘅表带简直唔可以同日而语。可能你会话名牌效应多过乜兼得个人，不过实情是 Hermes 与 Apple Watch 的联成系列全数由法国工匠打造，而表面更加得到 Apple 设计出 Hermes 专属的 Watch Face， 表面、字体和其他细节都可以自行调校。全系列将会在10月正式上架，起跳价是$1,100。虽则话贵唔贵，话平唔平。不过有时装人已经讲到名，此表一出一定中环射满地，唔知你又点睇呢？